好了吗？有有有。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松林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开箱我的大学宿舍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是门口，那我们就走进去看看吧。哎呦，我风很大。原来这边有人在开门，太吓死！一进门会看到门上贴的这一张大灯、桌灯、房卡、钥匙，就是呢，我每次都忘了关大灯、桌灯，还有忘了带房卡跟钥匙，所以我室友就贴了这一张在门上。走进来会看到玄关，然后玄关就会看到一瓶苹果红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一个空纸袋，意义不明。我们玄关要保持整洁，才会有好的运气，好吗？我上次差点搬一盆莲花放在这边，真的。我看那个风水影片说的，接着往这边看就会看到厕所，玻璃很脏。对，我也觉得玻璃很脏，就是没爱打扫。这边，对啊，我没有收厕所，我不知道会很乱。我好像很乱嘞，就是有一个淋浴的啊，厕所就长这样，就厕所一样，然后乱七八糟的瓶子。一定要看一下我的丫丫拖鞋，超可爱。这是我的位置。有看到吗？就是刚特别先整理好的。这是我的吉他，这是我的洗衣篮，然后这个是读书压力很大，然后就莫名其妙有这一张吃吃树。然后这边呢就是毛巾跟抹布，这个是我的神奇干发巾，就上一支影片有的，因为它很湿，就把它挂在这边，是我上课会用的袋子。这个帆布袋呢，上面有我的名字哦。然后这边是我的位，放我的化妆水、面膜。这是 Kiehl's 的跟兰蔻的激光水，超小瓶。牙膏，我的面膜，哇，超多面膜，还有面膜、橄榄面膜、面膜、老奶奶清洁面膜、面膜、玻尿酸面膜，一整盒的面膜。你就要给大家看我的牙刷吗？嗯，就是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每个朋友都很担心我的牙龈，我刷牙刷得非常大力，我只要3天我牙刷就会爆开，它就会长这样，而且这个还是初期的状况，这个还是没有很爆的状况，我再刷个一两次可能就会爆到不行，所以我换牙刷换超快，而且我刷牙都要刷15分钟以上才可以刷完。好，这个是 Murray 的痘痘精，下排就是我的装逼系列那一摆的，这是撒蹦的身体磨砂膏，然后它超香，它是芒果奇异果味道，我很喜欢那种很甜很甜的果香。这个是它的香氛乳液，然后它也是芒果奇异果的 Jo Malone 的香水，然后这个是蓝风铃的味道，是上一支影片有介绍过的发膜。然后这个是 Neom 的蜡烛，它是可以融掉之后蜡烛的油可以拿来护肤，只有护肤的功能。刚讲过，就是我的保养品小杂物，这边就是我的食物区。哦，然后我要讲一件我做一件很蠢的事情，我没有亮剑，没有，我每次把橘子放在这上面，然后哎呀，它炸橘子水，因为我刚才收东西，然后我橘子就整颗掉到地上，然后就好像变橘子汁，它在外面黏黏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吃。然后呢，我有这一个罐子哦，你们知道这个罐子是什么罐子吗？这个是麦片罐，因为呢。我很想要一个麦片罐来装麦片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麦片罐，可是呢发现我没有麦片，这个罐子就空到现在，现在都要期末了，很笨。这一边是我的书，想把余生的温柔都给你的新版，所有的温柔都是你的隐喻，它是同一个作者写的。刚前面这本书它有限量书封，就有包装，我一定要炫耀，同学帮我抢到，还抢到2本，它就有讲这样，我就把这包装留着。后面是什么国文课，国文课本，还有素描小本本，然后好，这边全部都是玛雅的工具书，我从开学去图书馆借，因为我觉得我很需要，可是现在已经过了2个月，我完全没有翻开任何一页。这个是三眼怪，我同学在园游会抽到，然后送我，因为我超爱三眼怪。三眼怪，你看绿绿的，是不是很疗愈？对，有的没的的化妆品。贴了可爱贴纸，我超喜欢，可爱吧。然后这个是底片相机，就是抛弃式那种，可是我还没有去洗，因为我忘记了。然后这是我上次 IG 有 po 的那个废物糖果机，就对，垃圾，就是我还没有买糖果。然后这是我的镜子，木头镜子，耶、yeah。这边是我的小废物课本、笔记本，什么鬼？课本、笔记本是废物。是我的台灯，很亮吧？这边就有2个可以啦。这样我们不要拍里面哦。反正你看我桌子那么干净，就是我每次只要看到杂物就往抽屉塞，然后我桌子就会一直很干净，很棒吧？你看里面长什么样子？随便看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底下还是杂物区，然后这个是我的存钱筒，我随便拿一个
个纸盒装，我只要每次有零钱我就会丢进去，什么口罩、派立得，然后相机，然后电绘板、充电线，就是放一些电器用品，我还是有在分类的哦，对吧？接着就是衣柜，那衣柜我们没有必要打开吧？要开啊，还好我刚好偷整理。我说真的，我衣服不多吧，虽然有一半在洗衣篮里面。你有发现一个小巧思吗？就是我会用颜色来拍衣服，没有厉害吗？然后底下就是放什么电卷棒、吹风机、熨斗，因为我没办法忍受衣服皱皱，所以我有一个熨斗、离子夹、电卷棒，然后底下我还有体重机。然后我超喜欢收集纸袋，因为我觉得纸袋就是很好看，然后可能给别人东西，我就可以挑一个我觉得适合的纸袋。然后我这边还有。大纸袋、小纸袋、中纸袋、超小纸袋、超级爆大小纸袋，我有超多纸袋。哦，不行，我要讲我的桌子。我有面纸套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我要介绍我的床，可是我的床有点乱，可是我没有折棉被，然后我床单又被我睡得乱七八糟。一般人不是都这样？真的假的？这样才真实是不是？在干什么？整理。不是要真实一点？等一下，让我整理一下。还有两面，你觉得白色在外还是绿色在外比较好看？就很难哦，我起来上课就迟到，然后我哪有时间折棉被，奇怪。然后我跟大家说我一个很奇怪的习惯，就是我睡枕头一定要睡两颗，不然我会睡不着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有一张纸在这边？然后是我的眼罩，它超可爱，这是我上次拍影片有一个什么蒙眼化妆的那个眼罩，然后我昨天就戴着眼罩睡觉，很棒。为什么我这有一堆发圈呢、啊？有六个发圈哎，全部都在床上。哦，我难怪我发圈都不见，因为我睡前都绑好，然后我就拆下来放在这边。我上次打开这底下，就是把床垫拉起来，底下全部都是发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上次有一个耳环卡在缝隙，结果呢，我拿起来发现它断掉，所以我把它塞回去。那个耳环应该还在，一个耳环。然后呢，我上次就拿起来，发现它歪掉了。所以我又把它放回去。然后我这边有一个这个，它就是从楼下接延长线上来，睡前要充电，然后我就会拿一个小篮子。还有我之前睡前会看书，《人间失格》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很闲，然后每天就什么九点十点就睡了，所以我就睡前我就会躺在这边看书。啊，后来就很多作业，然后我现在都。四五点才睡，然后十二点就要关大灯。我有一点怀疑，想说进来看个书，结果发现真的太暗了。我们要照顾自己的眼睛，所以我才没有看，好吗？哎呀，这边怎么还有发圈？哎，怎么还有垃圾？这是我之前睡前拿化妆棉敷脸，它是湿的、哦，然后我就丢在这边，它就干掉了。在到现在，我看我的床上有几个发圈，一二三。五六七八九十，我的床上有十个发圈，你就乖乖继续待在这边吧。你不要拿下去。好了，我拿下去，我拿下去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的大学宿舍的分享。等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我最近爱上了绿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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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色。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追踪我的 IG。然后你们有想看其他影片，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